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，开会了。哎，快别炸了！带上什么去开会啊？带上吃饭的家伙。知道了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吃饭的家伙，下饭。吃饭的家伙，下饭。隔壁王叔叔来了，快叫爸爸。爸爸，你疯了！我让你叫你爸出来。这是最安全的地方了，耳朵有动静。咱是不是得锁上门啊？心太细。这月黑风高，孤男寡女的，锁门干啥呀？你快点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那么好奇呢？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挺威猛吧？哇，真好看。哎呀，你轻点摸，你那手指盖那么长，再把大宝贝给抠坏了呢。这有什么的，又不是没摸过。上次彩排的时候我偷偷摸过好几回了。好几回了。对了，陈工还一直惦记这事儿呢，我把他叫来，咱仨一起。独饿饿不如众饿饿呀，咱仨好好照头写真。牛念，别自个摸。先生，您没事吧？突然有点低血糖。哎，先生，这不能吃。你干什么？我在这消费这么多钱，我低血糖、血糖也不行了。这是张导的。